啊？他叫我来付钱就是了。对啊，搞定了，不然你要挑吗？这个我送给你吃。好、哦。这是那个很薄的那个，就是大概0.3mm 的。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。不一样。然后中间有加火果酱，然后它的效期是到4号，然后它给我们是当4号。哦，那也是饼干。对，哦，就饼干夹。巧克力，纯巧克力。哦，那是巧克力啊。那是很薄的巧克力。巧克力面中间夹。好 ，OK OK。那今天要把冰箱比较好，因为现在天气太热。哎，讲的你有听吗？不然就融化了。哦。